每一年三四月，嘉义市西兴路桃花神木当地的落叶期间，几排将近2000粒桃花神木红色的落叶铺满地面，好在地民众工作是嘉义市上水路段，常常吸引民众和游客特别到这来看美景。不过桃花神木落叶却暗藏危机，过去常常发生机车车速过紧意外事故。嘉义市政府呼吁民众看美景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行车安全。尤其是骑机车的这些市民，在经过我们四贤路三段这个侧车道的时候呢，一定务必要减速慢行，因为桃花心木的落叶会飘满我们整个的车道上。那加上三四月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，造成这个路面的湿滑。桃花心木规片金黄色落叶，虽敢那迎宾地毯，不过落叶根本都未护好扫，清洁队早起打清了，下晡都搁落个规涂骹。西兴路上下班时段车流量大过紧，真有可能造成危险。嘉义市政府公务处立正会同交通处、环保局等等相关单位，到现场会勘，严以防范措施，希望降低意外发生。至少每天会清扫2到3次，随时可以机动来加强的清扫。除此之外，在提警示的部分，我们会由交通处在岔路口接近四贤路的车道时候，我们会增设相关的警示设施。桃花神木三四月的落叶量比平常时增加10倍。嘉义市政府公务处除了增加告示牌提醒民众行车安全以外，也请环保局加派清扫车增加清扫的时间。看美景的同时，也要注意涂骹安全，卖予危机打败看美景的好心情。记者周淑盛采访报道。